挑战最酸的糖果，挑战成功奖励50包无花果丝。哎呀，大聪明，你玩那么大呀？我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，要不你试试？试试就试试，真不要钱。哎，你说啥？没事的，我先尝尝这个酸就好。这个一点也不酸，但是这个一口酸哈。哎呀，有点辣肿了，这尝这个药粥吧。我又有点累软。老板，哎，妞妞，你怎么了？我在学校被同学打了。他为什么打你啊？他们在学校要保护费，我没钱，他就打我。哎呀，太过分了！你怎么不反抗啊？我打不过他们呀！别哭了，妞妞。